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，我是 Jennifer。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香港一代传奇林青霞的情史，她与秦汉、秦祥林的三角恋是怎么回事呢？近日有媒体爆出林青霞外出就餐被网友拍到的照片，画面中的她已经66岁了，早被岁月在眼角留下褶皱，容貌不复以往，不过风采依旧不变，气质尚在，仍然女神。特别是那张侧脸一笑，让人脑海中立马跳出那张冷艳妩媚的东方不败，思绪瞬间被拉回到80-90年代。回顾80-90年代的林青霞，风华正茂的时代，似乎美人应当具备的所有特质在她的身上都能够看到，七分冷艳，两分霸气，一分柔媚，也凭此奠定了她港台第一美女的称号。不过在很多人的眼中，林青霞的美虽然让人痴迷，但是他与秦汉、秦祥林跨越20多年的爱情故事更让人感兴趣。纵览林青霞的前半生没有与太多的男人有纠葛，但是他与秦汉、秦祥林的三角恋足以载入史册了。1973年，19岁的林青霞凭借处女作《窗外》进入演艺圈，而在这部影视剧中，她邂逅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爱人秦汉。彼时林青霞正值风华正茂的19岁，而秦汉已经是奔三的人了。不过在拍摄片场时的照顾入微，再加上林青霞本来就是秦汉的粉丝，郎有情妾有意，很快二人就相恋了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一纠缠就是整整23年。秦汉的原名叫孙祥忠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、抗日名将孙元良。有这样的家世背景在，所以秦汉并非一个多情的浪子，相反他还有点木讷。不过上天似乎并不眷顾这对恋人，因为早在1972年的时候，秦汉就已经与经营化妆品公司的邵乔英结婚，林青霞还是晚了一步。林青霞、秦汉刚开始恋爱的时候还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，毕竟爱的没有那么疯狂。可是在拍摄《我是一片云》之后，秦汉与林青霞再也无法压抑内心深处的情感。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大概是在1976年，琼瑶阿姨有一部《我是一片云》要拍摄，秦汉、林青霞作为最好的荧幕情侣，自然是她的首选。为了票房，琼瑶特意邀请了二人出演。本来秦汉、林青霞对各自都有好感，再加上这是一部情戏，二人便心照不宣地结下了。再次合作爱情戏，让这两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无法再控制了。几天下来，两人的感情火速升温。自此之后，秦汉、林青霞的感情被曝光，记者媒体将所有的焦点对准了二人。因为秦汉比较木讷，又是有家室的人，所以舆论的矛头对准的是林青霞，各种小三上位、破坏家庭的骂名不绝于耳。对此秦汉也没有做出什么表态，既不出来为林青霞遮风挡雨，也不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给她一个承诺。受不了这种压力的林青霞一度有抑郁的倾向，甚至要自杀，后来她还是买了一张机票远走美国。第一段秦林恋也算是告一段落了。林青霞与秦汉的分手，远走美国疗伤，被有心人秦祥林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随后也是一张机票去追逐女神的脚步。秦祥林与林青霞也是相识于《我是一片云》，只不过当时秦祥林只能算是男二号。小伙子虽然长得比较帅气，但是林青霞却只对秦汉有感觉，所以这段单相思一直被他藏在心里。1978年，因为与妻子萧芳芳个性不合，随后便离婚了。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合，秦祥林与萧芳芳刚离婚，就爆出了林青霞远走美国与秦汉分手的消息。就这样，秦祥林一路跑到美国，开始了强烈的攻势。作为娱乐圈有名的风流浪子，秦祥林追女孩的手段可有一套，再加上那段时间林青霞一直处于空窗期，很快秦祥林就得手了。1980年，二人在美国完成订婚，也算是有了所谓的夫妻之名。即使如此，秦祥林还是没能抵过林青霞有一颗爱秦汉的心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解除了婚约。1982年，秦汉和邵乔英刚离婚，就爆出与林青霞的恋情，后者毫无疑问又被骂成了第三者，舆论的压力再一次扑面而来，也是对两人的感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等了那么多年，以为林青霞和秦汉终于可以走到了一起，但是他们最终没能携手到老。
1990年，林青霞和秦汉在《滚滚红尘》中再次饰演情侣，超高的 CP 感让票房大卖。由于在剧中的表现相当出色，所以林青霞还凭借《滚滚红尘》拿下了当年金马奖影后的桂冠，这是林青霞的第一座金马奖奖杯。在获奖时，她发表感言，感谢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主角。直到有一年圣诞节，林青霞在外拍戏受伤，打电话给秦汉，希望他能去看望自己。没想到秦汉却让林青霞给他买机票。林青霞同意之后，秦汉却又补充了一句，就算买了机票也不一定会去。听到这句话，林青霞顿时心如死灰，崩溃大哭。哭完之后，果断做出了分手的决定。这段美满的感情却画上了伤心的句号。林青霞从始至终在秦汉眼里就是个小女孩，她疯狂地爱着他，他却无法给她一个美满的结局。纠葛整整23年，林青霞那份爱意也在被慢慢磨去。当她被磨到一触即发时，换来的便是决绝了。1994年，林青霞终于决绝地离开了秦汉，转身嫁给了商人邢礼源。那时的她已经40岁了，不再青春无限，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去等什么知心爱人，只需要一个能照顾她的丈夫。她已经用23年来追寻爱情，最终却只能换来心冷，那只能选择放手。在和秦汉纠缠的这些年，如迷雾般扑朔迷离，经历太多，也慢慢改变了林青霞的心路历程，可终究还是败了。但遇到邢礼源之后，同样二十几年，让她活出幸福女人该有的模样。其实说到底，也不知林青霞是败给了爱情，还是败给了现实。但看不清现实的爱情，何来的长久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下期我们还有更多精彩，期待您的关注。